你看到了吗？在那里有鹅，有大鹅，它们飞到那里呀，它们是鹅。你看，是不是跟一个人字一样？它们是跟一个人字一样的飞，它们飞过去就像一个人字一样的。有很多很多鹅在飞，它们飞得很高很高很高啊，很有意思。现在天气好了，天气好了，看到不太冷，没有雪，所以我的鸡在外面了，他们都很高兴。那里的鹅也很高兴，他们飞到我们这里了。好的，再见。